我今日哦，那么好啊，送你上路，我都无叫万条弯啊。当初那不是因为吼，因为我恁恁查某囝早就去陪酒啊，今嘛搁咧做啥物？饭局贵妇啊！给大家各讲一句，我搁咧催债，慢掉。慢掉啊！你个根本就是文章书报。当初那是恁查某囝性命，甚至是丁慧官因老爸的时阵，拢是在苦害呢。你唔讲好啊？哦，我是讲吼，你去骗钱哦，用啊差不多好啊啦，阿都起码活到啊。哎，我看你张面哦，我规巴肚都搁压起来啊，愈看愈惨啊呢。归安尼啦，哇，心大你阵太高兵甲挂落来，啊，开地了你是靠开地的，你得当专心搞好孤心上啊。啊，有面皮甲无面皮，跟我查。等等，你是讲我遐转钱做？那咧，你应该吼，留我一条命去转钱啦。啊咧，我才有法度会当嫁给你，查某孙买银银啦。别跟住我银下去，我该控制起来哦。是安尼吼，这无我，你根本。就是做家己也熬家紧，而且哦，你得积极回头，啊，若无，我的帮手随时会出现的。帮手，你的帮手哦，早就叫我斩断了啦。梁苗，你的命根，莫有同款的命运啊！你是想逃了吗？你，这边来！江流林啊，我不过是做这样尔，你都惊到安尼哦，我也是恶人无胆呢。你愿意帮我耍？碰你耍，我慢条弯，贡献也好还多啊！一刀，是因为你不得我性命。这老鬼已经死了，你哪能救他？你是在等你怎么走？怎么顺着后路呢？可别讲话，想要去江流林，先过来一关就讲。拜托你，别再硬坐了，好不好？我再跟你讲一遍，江中人就是江道成转身的，
伊就是一个大法师。什么讲是真实的？伊前目睭看到江中林同样发誓，伊家己要承认的。阿婆，你是拢去食着江中林的腐啊水？啊，伊家己拢用白甲，快要翘起啊！伊若真正会什么转世术，是安怎？我要叫伊个见面。你敢袂记得玉林今天因婚礼时阵，你做出我娘轰动的代志？看你的表情，应该是拢想起来啊吼。无你甲我讲嘛，当初是你是安怎会做出遐尼离谱的代志？你根本就无法控制你家己的行为嘛，遐拢是因为江中林对你施展法术的缘故。那我真是，你原来你最恨过的最恨的，都是这江中林害的。江中林，你死好！你只要说实际的友好，阿伯天，你别冲动好不好？爸，你认清事实，刚刚你还跟我把消息。你先别怎样，江中林是你什么孙的救星啊？吼！你爱回继续用转身术活落去啊！伊若活，白银就会得活，安尼听有无？爸，你莫阁丢赌啊，无时间啦！为了救莹莹，是我求你，你甲饮两只好无啊？爸，莹莹已经存无偌久的时间会当活，这是唯一会当救伊的方法。为了救莹莹。我可是没什么都愿意做，拢什么时阵啊？敢讲你搁要讲你的尊严？到底是人的性命较重要，还是你的尊严较重要？好，我就是放过江中林，我一个转身。多谢你。我会对老夫人甲超越心疼，那是江映团的身体基地，是骨肉的亲情。不过为什么对江中林也安尼？只是感觉客气，并无血缘关系啊。难过着别人，搁害着自己。爸，你是哪会坎的无？袂坎钱嘛是爱走啊，即马无走就袂富啊。紧来，紧为阿伯稳走。爹，来。小张嘞。我俩准哥，咱今搭是行去啊。啊，你即马昏倒，要来抬我。是什么道理啊？阿武吉，你这是谁做啊？今天要搬戏都搬到成的啦。阮这个人对付你这少遐尼久，啊拢无代志，警方敢会相信？安尼真正会把你拖入水？你这是要帮我走？咱即马算是坐共一只船的啦，紧走，莫阁疑神疑鬼啊！只要过我咧，就希望，紧紧走，对啊，爸，你去到安全的所在，爱健康点哦，好，紧。慢点慢，等我跟你联络。超越，你家己爱卡保重的，
台湾人呢？我是来靠近台湾的，啊，不过伊唔肯听阮的话，已经走去啊。是啦，王德祖原本想要阻止阮爸，结果伊两个人就拍起来，所以唔才会受伤。队长，再过一个后尾门，您紧叫救护车，其他的人啊，跟我行。是。吴明正，伊头段有去用毒一刀啊？应该是啊，听个细细分析，无什么大问题。文扬，叫救护车。身体的感觉又过来啊！阿伯，阿伯，张远，张远，我没话来去，你可来得考虑啊？你给我，你得还给我。你听阿爸话，我怎啊？尸体做钻钱术。王总裁，你今晚状况真紧急，别搞讲话啊！叫车马上就到啊，别卖烦恼。副院长啊，啊，即马状况什么款？是毋是手术了有顺利嘞？哈！刚才蔡姨的伤势哦，最严重诶，尤其是巴肚顶关遐多伤，甲胰脏一大部分哦，拢毁掉啊，空气也补袂掉。啊，其中一个腰子嘛是毁损了，够最严重诶，迄必须要挂掉。副院长，你别拍照，我是要甲你讨论一下刚总裁的手术。你嘛应该知影，所有甲胰脏有牵连到的手术，迄拢是上个困难的。你考虑的代志哦是足多，甚至于讲不一定会成功啊！真正哦无法度做啊，即马。交我，我有办法处理。干物啊？我讲出来哦，表示讲我有把握啦。刚总裁这胰脏手术，我有八成把握。八成遐尔悬哦？嗯。拄只你现场看到工作的时阵，我就知影上来要安怎做。阿姆哥。我是需要助手来跟我斗三工，敢会当跟你讨论一下？当然好啊！既然张博士你遐有信心，我阁会当见识到张博士你高超的医术，我当然嘛愿意啊！来来来，来请，来。安尼对公家来讲，马上是一个好消息。阿妈超越，你敢有感觉怪怪啊？想到张博士这样邀见你阿伯。拄只来仓库的时阵，恁阿爸有你的手，爱你救伊，结果张博士给恁手又开。迄个时阵，你敢无感觉张博士对恁阿爸态度真歹？尤其是伊看恁阿爸眼神。敢那恁阿伯这样讨厌，这恐怖的张博士一直想要保护你，让你跟恁阿伯离较远远，别说恁阿伯是一个怪物。